精彩时刻，说来就来，欢迎进入山楂树下音乐园计划，歌手集结，山楂树下，多吃不怕。欢迎来到山楂树下音乐园计划，走走走 ，Let's go！ 哎，你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这是就前段时间吧。前段时间这么热的天，对啊，戴毛线帽的，对啊，哎，就反季节穿搭哦。哎呀，来了来了 ，Hello， 坐，随便坐啊。李斌，你坐中间，李斌，李斌坐中间。为什么？哎，能大家换换坐，无所谓。女孩坐中间吧。红吉。今天都露腿啊，这受不了啊，这是。我也露一下。硬露。呀，老地儿啊。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山楂树下音乐园计划，我是小袁。今天为各位准备了一个看图猜人的小游戏。哎呦，我们会给你们八张从各自微博照片中截取出来的在座八位歌手的身体细节图。那完了，认不出来了，照片都是 P 的。你们通过讨论来认领属于自己的身体部位，大家有三次集体验证的机会哦。但是在你们之中已经有两位歌手被安排成为卧底。哦，卧底，你好，请观看所有人的照片对应关系，干扰大家的判断，并隐藏身份，直到最后一刻吧。最终三次内集体验证成功的话，则六位歌手先出发；失败，则两位卧底先出发。你一直不说话，不自然了。眼头这么蓝，肯定是你。李畅，对，我怎么了？哎呀，他结巴了。黄子弘凡，对，是我。被安排，他本人是知道的，对吧？被安排是，对。哇，你刚才那段，如果最后是你，你演技好好。哦，是吗？真的就是我。不是，你如果最后是他，你不觉得很刻意吗？他很刻意的假装的不是。现在我们先来依次看一看八张照片，请大家仔细观察讨论。是什么卧底照片？卧底是外星人。哇哦，这要怎么猜？这肯定不是我鼻子。哎，这个鼻子咱们先分析一下。首先这样子，跟大家说啊，我的鼻子的人中没有那么宽。这个从那个鼻子的黑头来看的话是还能看到黑头。哎，他的鼻孔内侧有一粒黑的，会不会是没洗干净？一会儿结束，哎，出来啊！那个万一是他，很尴尬呀、啊。我们是不是都是你吗？是，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不太像，不太像。哦。哎，这是谁啊？哇，这谁的下巴？谁那么油腻啊？谁那么油腻啊？对，皮肤质感是不错，但是还有点鸡皮肤。你是在说年纪？不能是我哥。你干嘛？你什么意思？哎，不是，等一下，哎，这个手就不是女生的了吧？这不是我的手，这有很多想感觉小创伤的感觉。哎，我给大家提一个醒啊，这个人，你看他背后的图片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是这个人爱穿貂的。对，我也看到那个毛了。而且这个貂穿的挺黄的，年数有点久了。你一个个都不当人啊！不管他，管他，都得罪，都得罪，都得罪就没事了。这只是个游戏。哦，谁的眉毛啊？眉毛？这肯定不是我，这也不是我的眉毛，不会是我吧？那你都比那个上面浓一些。你今天戴眼镜是为了遮你眉毛？没有，那么
你是卧底吧？你怎么突然笑容僵硬了呢？没有，不是。你突然开始不知道该做什么，你开始转移话题了。你的嘴角看都紧绷了，你现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你话很多的。而且你在接吧？你说呀，你一直没告诉我，你这个点一个一句话都不说，你为什么一个字都没有说出来？啊，好吵啊！辩解，看不是你会带气的。好吵，你说啊，说啊，你说啊，你这个点一个一句话都不说，是这样的，金老师。你说啊，说啊，说。怎么有狗叫啊？疯了！哎，还有耳朵，这不是我的耳朵，我耳朵没这么小。哎，应该不是我，耳垂不一样。对，我耳垂没那么大。我告诉你，这个最好认，这个绝对好认，这个超级好认。你看他呢？好了，应该好了啊，好了，哎，应该是你，是你了，你了，你了，不用看了，这一定是你，这一定是你。哦，还真是。是我吗？他已经认领一个了。哎，走走，这是左还是右？不对，他的胳膊肘是那个屁股下巴。这是个下巴，这你是说这是个下巴吗？就是他这长得像一个屁股下巴啊，我以为这是个下巴呢。哎，这谁的下巴？会不会太过分了？这脸能看的？这脸可以看的？一个正脸。这个你了吧？这准是我，我觉得就他，哎，是比比啊。这是选了一个最不像我的照片吗？别人谢小帅，哎，不就他俩二选一嘛？哎，很有可能是比比，就他，就他。这是我的。哎呀，这手是谁啊？越来越难了吧？请问呢？这是什么意思啊？哦，拿厕纸，他是在。这个筋在往后走的，往后走的筋，右手。谁的筋不是往后走的？哎，你的。哦，哦，等一下，等一下，周深，是周深，你们仔细看啊。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为什么？哎。啊！啊！他都出来了，真的打。越来越鼓。捏拳。血管越来越鼓。现在请工作人员发放细节图，各自认领属于自己的照片。哎，我想问一下，两个卧底互相知道吗？那要问你。给我整懵了。哎，咱们问一下卧底，知道不知道对方是多卧同一卧底？卧底知道对方是同一卧底吗？对。哦。你拿，你就拿耳朵就行了，你别管了。对，你拿那个手就对了。我跟你讲，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像我。不是，我跟你说，这个绝对是你，真的。我觉得我可能是鼻子，鼻子是，但我自拍不可能不把法令纹 P 掉，很奇怪嘞。我认为是 BB，真的。那我拿。我觉得那个眉毛有可能是你，其实也有可能。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你有是吧？因为演戏很有可能扎伤是吧？我觉得像是薛老师，用我。好吧，那这个，这个我觉得我拿着吧，我不管了，我这边你们没有人认领，我拿着吧。请开始第一次验证。卧底为什么要站着？卧底是要站的吗？卧底，请指出你的队友。投票。卧底坐下吧，卧底可以坐了。投票。来，我们开始验证。本轮验证失败，有三个错误。三个错误？只有三个？有五个对的哦。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这后面是一只羊驼。哦，那就是你的。对，我其实觉得这有点像我的。跟你没关系，绝对不是。啊，我们不能拥有这么好看的侧颜。对，绝对不是。但是你再跟我这么聊下去，你就要暴露了。好，这样，觉得肯定对的，先回到座位。OK， 我回到座位。那咱们一二三四，咱们五个人了。你刚才你不试了个这个吗？咱俩换一下就完了。这个你不说有可能是你吗？对吧？咱俩换一下嘛。我先拿这个。我们要不要试第二次？先试试吧，反正还有三，还有两个机会啊。来，本轮验证。
出。失败有两个错误。就你们刚刚换对了，换对了。你俩换了，然后少了一个，也就你俩有一个是对的。对。哎，所以说你俩现在有一个是错的。很难这个。给我拿着。对。有没有？哦。有没有？不太傻，不能这么打，你要这么打，你不能这么打，你要这么打，得捏着，打死算了。哦，起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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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谁周深呢？我也觉得是。身高，你看一下，你比对一下。哦，右胳膊吗？哎，对你俩是对。哦，啊不用看了，不是他，应该不是他。为什么这么失望？因为这个手臂可能会长一些。我跟你讲，是我是我，我这里有那个什么下巴的。薛哥，我觉得你是对的，是吧？那你错了。啊，你再验他一下。我觉得这像我的，这我真的觉得这像我的。跟他学也很像，哎，一模一样，这个痣在这儿。我就说是我的，你刚刚没说不是我的。对，那有颗痣呀，就是你，那就先给我吧。对了对了，来，我们最后一次验证了，这是对，确定吗？来，确定，来吧来吧来吧，好，我们进行最后一次验证，肯定全对了。本轮验证失败，啊。有三个错误，有三个错误，什么啊？多了一个，为什么呢？大家已经使用三次验证机会，我们恭喜卧底获胜。哎，让我们再验一次好不好？我们不算成绩。可以，来，咱们先恢复到上一轮好不好？上一轮是这样的情况下是两个，对吧？然后你们俩一换以后变三个了。你先换完，对，换完，现在就换，那就换完三个，跟我没关系，对吧？不。你肯定是错的嘛，因为他们换了之后变成三个。你还是你是一直没变的呀。我这个是错的。对啊，你一直都错的。就是错的里面那个还是一直是错的呀。对呀。所以你们俩刚才是对的。我们俩这样至少对了一个，有一个是对的。所以他刚刚那个是对的。你跟周深要换一下，是不是？哦，我们俩在兑换。对呀。这样。对呀。对了。就是你们两个换就对了。是，怎么就这个是我的了？那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看一下吧。哎，他到现在还在坚持，不是卧底，你们可以出发了。我们三次都失败了。是我，你们这么冤枉我，我会憋死的。真不是我，肯定百分之一。来，我们要验证。第四轮验证。失败。你看到没有？有四个错误。走了，老师。晚安。哎，去哪里啊？两个卧底去选歌了吗？两个卧底选歌去了。真的吗？赢了，他们赢了。我就说了是他们俩嘛。好坏啊！天哪。我们俩赢了，耶、yeah, ，开心。你们俩是什么？卧底啊！不是你、啊，不可能是我，为什么是我、啊？那你也不反驳？我怎么反驳？你那么肯定我，你稍微自然一点。我很自然呀、啊。我就说了他们俩。走了，出发了。哇！没听了一个人，哇！哇！王子红帆，我没想到哎。是你吗？是我。我就知道是你。啊，他一定是卧底。你知道哪个是你的？知道，我都知道。哪个是哪个？不止我。我手上图片吧。啊。哎，好的，那一会儿看到参演游戏中，歌手会一起查看八张从各自微博照片中截取的身体就哦 ，OK， 大家互相投认领，你是自己，其中你上面是我。
我最恨当这种的，哎，行，不是不能因为我曾经很擅长当这个卧底，你就让我当卧底好？你还以为搭档是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些身体细节到底截取于哪张图片吧。山一纯了，这是小纯对吧？对，是他，他拿是对的。开。看你看到没？啊！说的对了，介绍一下吧。那天那个真的不是鼻毛，那那个是什么？就是那个分辨率低，分辨率低有一个阴影。这个是我的人生的第一首单曲，然后当时发的照片。对对对。哦，好吧。这个是我。我真的觉得这是我，我画完之后错四个了，你们忘了吗？哎，你个卧底不要说话了。我不是，比谁说话你还要指我？开，看我就说是他吧。他自己不承认，他是卧底，他自己不认，所以你是故意的。我故意的。不是，你们刚刚俩不是认了吗？已经游戏结束了。对啊，已经认了。我不是卧底。他还在装。不是我。啊，不是你啊？真的不是我。那还是他。哦。你又被他骗了。啊？绝对是他。这样，来，你们一致投票，投一个你认为我的那个队友。你们要投对了，你们先出发，怎么样？哎。你问过队友吗？没有，这可以吗？就是比拼，我就猜比拼，我猜比拼。没有吧？来继续吧，继续。是我，端端肯定是对了。如果端端是，他就不是卧底了。哇，还真是羊驼，哦，真是羊驼。时隔四年，你这是在北京吗？啊，对啊，这是一个那个公园庄园里面，我去那儿拍过照，是吧？我去那儿拍过照，里面有很多的羊和小动物。哎，这是我吗？好，这个不用看了。这个是往里改，你看吧，明显吗？21年，好，这是我吧？我告诉你，这张我，来开，你不信看。哇，所以我是没问题的，我是在尽量选这个是我，是吗？对，肯定没问题。现在知道是你了啊，刚才打肿了都不说是自己。这张其实我有疑义的，比比咯，我都不知道这是哪张照片，来开开开开。啊哦，就今年这么近啊24年这么近啊，我的妈，那肯定排除他，排除他，因为他没有降过。你们也没有给他机会降啊。一直想说话，你们都没有听人家说话。好，我就想知道这个谁的。那不知道，我感觉也不是我啊。啊，你在鞠躬。哦，还真是我。他一心哦，想把这张卡换出去。这个真的是我吗？他一直一心。我真的不觉得他是我。你这一生就在做这件事情。对，好，就这个是谁的？现在还剩谁没有公布？剩我了吗？剩我了。哇，我的，哇，哦，不好意思，那是我整容前就没有给他整。现在进行最后的卧底指认，能够将两位卧底都猜中的歌手可以跟卧底一起率先出发。为什么要选两位啊？因为有两个卧底。哦，这个装的。真的不是我。之前跟周深录过一个别的推理综艺，最后的 boss 就是他，录了10期我们才知道是他，就隐藏的特别好。他就是嘴硬到最后那种。真不是他，我刚才跟他闹着玩的。如果是他，你不要再保我了。
请每位歌手展示一下你选择的两位卧底，并说出你选择的理由。你我看看。勉强了，这个人太勉强了。加油，队友，不能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出发啊！加油。小凯，你投的谁？我投的雨宁哥。雨宁？嗯。哎，雨宁，这……哎，你管人家投啥？你投你的呗。从刘端端开始，随便投一个。那我就给王俊凯吧。为什么？真的假的？真的不是我。我觉得他不像，明显。我觉得他不像，我觉得他不像。为什么投我？请黄子弘帆展示。我有投票权利，我有吗？有啊。啊！你好假！是不是有毛病？怎么了？没关系，我的票作废的。就是你。好。我怎么懵了呢？我怎么这么懵呢？现在人心都这么难测吗？好。王林凯，好，我第一个先黄子嘛，第二个投刘宇宁。哦，因为刚才黄子跟我说他知道这个都是谁，你知道哪个是你的？我知道，我都知道。他拿了一个眉毛，那个眉毛是宇宁哥的眉毛。哇二。哇，合理，有可能，有可能，逻辑上有，逻辑是对的。他其实我跟你说一个逻辑，如果他是狼，他随机拿任何人，只要不拿他自己就可以。我觉得宇宁哥应该不可能看不出自己的眉毛，但你也有点像，你一直那个耳朵明明就是你一直说不是。我能知道，我看得见自己耳朵呀。你不会采耳啊？我采耳。你说的采耳是拿下来采吗？我的。那我先不换票了吧，我还是黄子，然后跟小凯。我服了，刚刚很正常啊。我非常正常。非要盯着小凯看干嘛？为什么？所以你要这么搞，你也有怀疑了我。那你投我吗？你这他现在是匪还是精神病？这现在这个问题先要说好。小善。我有点纠结，我本来很坚定的觉得是黄子弘帆和周深。是的，我怎么可能会是坏人？他怎么可能是坏人呢？我怎么可能会是坏人？他怎么可能？他那么闭嘴。甚至我觉得跟我投不一样的票都疯了吗？我也是这么觉得的。自从小鬼开始分析的时候，说他的眉毛的时候，是不是很有说服力？你再说一句话，我马上投你。乱的了，我就乱了。我也是，山一纯，我一定投你了。哦，急了，他急了，没你急了是吧？没，我投周深，我投周深。为什么你都改变了你的想法，你就果断的投出那一票啊？你少管我，我投周深。我投。哎，他是报私仇，这个东西没办法。你离我远点吧。好，是这样啊，我觉得我这票挺重要的。首先，黄子樊红是铁的，黄子樊红是铁的。黄子，哎，我看着你还念错。我跟薛老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薛老师贼激动说：“哇，这黄子樊红好有意思。”我寻思，我说谁？黄子樊红是铁的，黄子弘帆。现在这两个人是我最怀疑的人。对。那个王林凯，我刚刚听王林凯话听进去了。我竟然怀疑你。没事，可以啊，当然。刘宇宁，可以啊。跟一票，刘宇宁，黄子弘帆。哎。哎。哦。你们老玩家抱团玩，这就没意思了。来，黄肯定是嘛，对吧？啊！
王林凯，捅我干嘛？干嘛？为什么跟我击掌啊？神经病啊！我都懵了。你就不停在那搅，你搅啊搅。哦，你删我。三二一。哇！莫名其妙。所以最后答案是，首先恭喜你们当中有三位指认成功。这么多，这么多，王林凯有三个，就是你啊，惊呆了老铁，干嘛？现在请卧底起立，等会儿，其他人先坐下，其他人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请卧底起立。你找什么局？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分析的有道理啊，我是有逻辑的。啊！我开玩笑的，不是我。你怎么会这么个骗法？我自信受到了欺辱。刀棒，谁呀？是谁啊？刀棒，刀棒，他和刘宇宁。任务卡，歌手们会一起查看八张从各自微博照片中截取的身体局部图片，大家互相讨论后认领哪个属于自己。其中你的身份是卧底，你还有一位搭档是皇子红帆，你要想方设法干扰大家的判断，让他们无法在三轮的集体认证中成功，同时注意不要被大家猜中自己的卧底身份哦。嗯，我拿着吧，我不管了，我因为你们没有人认领，我拿着吧。你刚才你不试了个这个吗？咱俩换一下就完了，这个你不说有可能是你吗？对吧？咱俩换一下吧，不太像，不是不太像。那这个那就先给我嘛。不是的，对的，是你啊，是我。哇，你这么天哪，这么我都愣了。但你选对了呀。对啊，你选对了。对啊，但是刚刚薛哥问我的时候，我也懵了。哇，好狠哦，好厉害哦，好厉害。那我对了，哎，不对，我对了呀，我对了。为什么要投我？我分析完之后你还投我？请问这笔枪有任何作用吗？这在里面没有任何作用。捣乱的呀！我们所有人怀疑你的时候，他弄得自己是一样。你一直不说话。比例不自然。比唱，我怎么了？哎呀，他结巴了。这个游戏太好玩了，下一次我们继续玩这个游戏好吗？首先恭喜卧底黄子弘凡、刘宇宁获得胜利，同时恭喜歌手王林凯、薛之谦、周深验证成功。更多精彩请关注周日晚山楂树下音乐原计划。本期我们将迎来八位老朋友，他们只有六个房间啊，那我们去选的时候两个没有房间的怎么办？哇，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这么抢手。给你三张啊，来，我也可以唱。四张，五张，谁不会、啊、我说想我邀请你，我能拒绝你的邀请？可以啊，可以啊。原创音乐人无人选择啊，我们懵了都，真是好尴尬。感谢独家冠名山楂树下，感谢特约赞助中国澳门美高梅，感谢有料唱作家有成肉松加烘焙。